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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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，要来甲各位讲解《大佛顶修楞严经》第三卷142页，头前面算倒过来第四段，修处阿难。因何是其处？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头前面，咱甲各位介绍，六入是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但是各位呢，是毋是会当了解这个道理？我就毋知咯，我就尽量。想办法甲恁解说啦，啊，听有听无，知甲毋知，拢嘛是你本如来藏性，对。啊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应该无善恶，无有其他的分别心。啊，即卖呢，要来甲各位讲一个十二处。因为咱四科讲掉两科，即马第三科，第三科就是十二处。那么十二处嘛是众生啊，十二就是数目啊，处就是方法，也是呢方也是法。啊，十二处是咧指啥？指咱头前面讲过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。色声香味触法，即咱常常嘛咧听，各位心经足够念啊，对无？啊，就是六根，啊个呢，六尘，合起来都十二种法。啊，这十二种法，各各有伊的处所、哦。啊，要相中来讲，伊讲根是一定在内，尘是一定在外，啊，咱的眼一定是。对色，啊，你对声，所以等于啥呐？内外各有六个所在，安尼讲起来拄啊好啊，二六十二嘛，拄啊十二处，有一名叫做十二入。处境是对根入的，根对尘；受境是尘入根，拢叫做入啊，拢连入啊。哦，甲所入吧，安尼才叫做入。我看到你，你就是我目睭看，所以对我目睭入，对吧？你看到我，你听到我咧讲话，我的声音怎对你的耳仔入？安尼，在咱头前面大科内底有讲到眼色、耳声。这四个处，那是由根甲尘互相来破，拢是安尼。啊，那咱的心甲触呢，这两处都是由根来破。那么其他六个处所呢，拢是由尘来破。所以咱佛循循善诱，就是要来较为开发，要来显相妄性真。专书积理，咱这个本科的十二处嘛是如来，对什么人来讲？对迷失较重、迷心较轻的人，才开出着开释合心的这个方法，开出一个释法，为六尘、五根合。受相形式四音的心法，做一个意经，
所以来洗了这个十二处，金甲银互相相依，有金无银，目睭无看，因为有外口的这个相，目睭才有看。唔单止咱的本文内底讲，金银是当缘啦，佛陀是无义呀，迷惑即无明啊。发明便解脱啦，就是安尼啊。咱看到外口的情景，一般的人拢会迷去啊。我们一般人最容易呢迷失的是那个霓虹灯，霓虹灯。哦，这个呢，哇，这有够水的啦，迄哪有水啦？到迄间厝，给伊，搁给伊。安装一挂迄个灯光，互因十花五星尔，吼、哦！你着安尼呢？哎，目睭着迷到安尼团团转啊！啊，其实嘛是缘来那些啊，无你白天甲看着是遐，啊无啥。啊，毋过若到暗时啊呢，迄个灯光一个光起来，哦，好漂亮哦！哇，看甲呢，目睭拢花去啊，拢毋知影通转轮啊！这就是咱人。我们一向就是安尼啊，啊对，有定呐，有定呢，定就是缘呐，对不？你无这个缘，你都唔知影即马即叫做红色的、青色的、白色的、什么色的啊？唔得讲苦恼的众生吼，大部分拢是伫咧指咱同居净土的遮的人，拢是依正依报做伊的处所。啊，若是宽教菩三圣的菩萨，因拢是方便有余土的依正即二宝作伊的处所。啊，若是冤教位的菩萨，因是以十宝庄严土的依正作伊的处所。啊，咱佛呢是以上一光净土作伊的处所。即十二处，只有因缘成佛，三觉缘万德比。这是佛的十二处，六道万行是生菩萨的处，十二处，四体十二因缘，以及三十七道品的因缘，就是要生声闻因果的十二处。对十二文禅生色无色界，这是十二处。十善或者是十恶的业。才会生在这个六道众生的十二处，处虽然无同，同款是因缘生法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即空就是现这个真体，即假就是现这个俗体，即中就是现这个中体，即空就是本如，即假就是本来，即中就是本种，所以这三项。叫做啥？不可思议，甲为之妙，心性不变，叫做真如，天然如是，叫做性。所以各位，十二处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这就是宗标的题目，就有这么简单。啊，毋过呢，这毋是咱安尼一声就听有。我嘛知，目睭对色，耳仔对声，鼻仔对芳臭，嘴子对甜咸，身躯对感触。咱的意境会去摄遮的物件来做伊的物件，咱知啊。啊，毋过呢，讲较深入，甲你讲，遮就是真如来藏性，妙真如，妙真如性。咱都无法度去体会啊，所以佛嘛知哦，下面就要甲咱呢啊说明。咱看142页后壁面算倒过来第三段，阿难，你请观处基督树林及诸庄地，佛的动机者就是阿难嘛，所以伊若要解说，就会讲阿难啊。你看，看这个的基督林，基督林就是咱迄个基督太子迄个的精舍，基督精舍。
吼，因为伊伫遐讲经啊，啊伫遐讲经呢，迄、那个基督林就是太子的花园啊，所以内底有水池啊，有泉水啊。阿佛呢，就甲讲，阿兰啊，你看看这个讲堂内底，遮的这个树啊啦，遮的泉池啦，那个观，你请观处迄个观，观就是灵观的心嘛。那么基督林就是伊所观的境嘛。啊，若灵观一见，迄是无形的啊。爱加照到这个呢，基督林的树啊，甲遮的泉水啊，才来显示出来。所以由顶来发低啊，若无顶，你们哪知影这叫做树啊？这叫做泉水。所以树拿泉水，根本伊不自知。树啊，袂甲你讲，来来，你要看树啊，我就是树啊，我就是树啊。看到我这来，看到我这来，无啊。伊袂甲你讲啊，伊点点徛遐一丛啦树啊，泉水嘛同款啊，伊不自知啊，啊不自知，你哪知伊是树啊是泉水？因为你看到，你才知影讲，哦，迄这丛就是啥物树，这丛就是啥，唔啦，因为眼睛有相，所以有这个尘。才发出迄个滴，这个尘就是金去改缘，因为金有相，所以金就是尘的缘。那么金甲尘就是叫做因缘咯，正显示因缘生法。咱的目睭甲色这两处，观就是眼处，其他。拢是尘处，所以咱的眼是一定爱有尘啦。无尘，无尘，你哪知影？你即马来到位啊，来到遮是圆教室。你若无尘，你即马眼是你哦，尘就是我。我坐伫遮讲经，你讲啊，师傅坐伫遐讲经，对啊。今仔日呢，我换我的眼是就是我哦，尘就是恁哦。我有看到你来听经。所以世尊先照着因迄个讲堂的环境来引发阿难的想法。下面则讲，伊以因何啊？此等为是色生眼见呢？或者是眼生色相呢？这就是要欲宽宗的心法上升，要来问这个阿难，此等。初定就是咧指啥？指色心意法。色就是灵性，眼就是所生。那么，就是要讲色生眼见的这个道理。相反的呢，倒边讲过来，眼就是灵性，色就是所生。这叫做啥？叫做眼生色相。咱时常常常来讲，讲法生种种心生，由心生，所以种种法生。咱分问阿难，在你的意见，在你的意思，如何解说？或者是讲色尘生眼见呢？或者是眼见生出色相呢？拄好要问伊这两点，啊，是你的迄、那个外口来生你的眼见，还是你的眼去生外口遐的色相？这相开两道的问法，所以一般拢会怎认掉呢？会讲，哎、欸，啊是我看到，还是伊看到我？哦，会硬去。咱佛搁家讲，阿难。欲修眼根生色相者，见空非色，色性应消，消即显发一切多无，色相即无，随明空尽，空亦如是啊。即个破伊个眼生色相即句话，
咱父叫阿兰，你的意见如何啊？你以为安怎？究竟是色尘、灵性眼见，或者是眼之见性、灵性色尘呢？内的眼睛会生外界的色相，那呢？当你看到空的时阵，并无色相。既然无所生的色相，那呢？迄个灵性的色相的见性，当然合理嘛是消亡，无去啊。假使你的见性若消亡，灭了，伊就会发现到一切灵数拢总无。无有灵性的见性，安尼你要哪会知影什么叫做空？若是无有所生的色相，安尼你要安怎显出到这个空？空嘛如是啊，这是咧举这个例来破，因为空甲色同款是你的眼所对的境，眼。非见色，即见于空嘛，对不？咱目睭若无看有色尘，就是见着空虚空啊。唔得讲，既然破这个色，非见性，同时在这个破的文内中，甲你讲，若有眼见性空相，见色非空，空性应消，消即显法一切都无。这个正文就是甲你讲安尼。那是无灵性的见，安尼你要用什么来知影叫做色？那是无所生的空，你要用安怎来显示这个色？唔单咧讲这个眼灵见与空甲色，可见见性并无有，而这个色甲空，当然唔是将这个见性。这就是要破伊的眼为灵性。总共灵性一见已经消掉，所生的色嘛是无去啊。色相既然无，空相要安怎得？唔得讲显法一切都无，都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色相既然无，什么人会当明白空寂？就是在讲空甲色相，以这个形来显出到这个色相，既然无，安尼空嘛无现呐。同款倒摆讲啊，无色，什么人要来显空？这两句话正伫要解说到显法一切都无的意义。啊，空亦如是，就是要来破讲这个眼性空相，空色。拢是眼睛所对的景，唔得讲咱的正文，甲咱讲这段文，就是讲，甲你讲空相既无随明色寂，就是呢，这个道理。那么空嘛是如是呀，所以咱伫咧眼甲色。这个东西，其实在咱安尼感觉起来，啊，就是有目睭唔带有当看到外口的景啊，对不？啊，因为外口的景呢，所以你才会感觉讲，你有目睭通看。世尊在这呢，要互你知影讲，这离你呢是到底目睭生。外口的物件，或者是外口的物件去生你的目睭啊，生在你的了目睭，你才有看呀。下面讲六修色尘生眼见者，观空非色，见即消亡，亡多无随明空色。即嘛倒摆讲，要来破你的色生眼见啊、哦，外面的色尘灵性内。内在的眼睛眼见，你观这个空的时阵，都唔是色相哦。色为灵性啊，见为所生啊。
你看到空的时阵，并无有这个外口的色尘啦，人生的色既然无，所生的见，安尼嘛消亡。亡就是讲人生所生拢总灭掉。啊，假使若是无人生的色，有甚物人会当来显出这个空？若是无有所生的见，有甚物人哪会当了解甚物叫做空？毋但讲随明空色即句话，见、甲色、甲空，这总是无啊。倒摆讲起来，相反讲起来，假使空生眼见，那呢见色非空。人生的空既然是无，所生的见嘛无，所以人生所生拢总无。既然无有人生的空，啊，什么叫做色，显未出来。既然无有所生的见，什么人哪知影什么叫做色尘？所以咱的眼，同款见色空，可见咱知影色。相甲空，毋是无啊！哦，而眼的见性，当然非将空色而生啊。伊是非眼能生，非色空，非色甲空能生自故。毋但讲四故同知，见以色空即无处所。即色已见异处，希望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是结语，因为咱头前面佛甲阿难解说这意义，而且要叫咱应当升起智慧来观察，了知能见的眼睛甲所见的色相甲空，拢没有定，没有定在的处所。那约束体理来讲，眼顶就是内的六处，色声香味就是外的六处，合起来都十二处。那约第一二题来破，无内处嘛无外处，内外俱空啊！这正正要说明因缘生法即空啊，就显空如来藏，即是已见二处希望。就是要说明缘生即假，这就是要显不空如来藏，本非因缘非自然，就是要说明因缘生中显空不空如来藏。以这个色尘相妄性真本如来藏性，因为随缘不变是非因缘，不变随缘，所以非自然。眼不生色，色就无处所；色不生眼，见就无处所。所以这呢，就是要说明无内外异处。那么色甲见这两项拢是希望的，色尘甲眼见这两个主体嘛是属于希望，因为物体就是叫做希，外现就叫做望。非因缘就是非有，非自然就是非空。那么既然是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，安尼压照同时，安尼才叫做中道。咱众生拢不知实际处，就是众生。所以你当机净土有有留的实际处，那是悟得实际处即空，就变成了方便有余度的无留实际处。那是悟得十二处即假，就成了宽教菩萨方便有为度的十二处。那悟得十二处即中，就成就了宽教菩萨十宝庄严土的十二处。就亲像咱的经文所讲，见以见缘如虚空花，本无所有。唔得，甲你讲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下面下文呢，咱再搁再讲哈。好，
愿意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